时间长河的典章文物中，独和和，和和之美，和而不同。炊烟江南，茶香中遇见和和，生生不息，天地和美，何时生物。若遇见和和，遇见的是以和为贵，气定神闲的悠扬钟声。若遇见和和，遇见的是多元文化的聚融互鉴，我们支脉相连。万物和和以生，东方智慧辉映时空长河，根脉千年，根续精神品格。万物和和则成，浩浩中国情怀，襟怀四海，泱泱文明共兴，人类未来。